这个放了一个暖瓶，我还放了一把伞。兄弟们，夜深了，刘远又来了。凌晨0:21，站里洞在深处一山包树林里，几十具棺木安静摆放，是当地习俗还是另有玄机呢？这还挂了个瓢呢，真如某些传闻那样可怕，当地人都不敢进入吗？这个也放了一把伞。跟随刘远的镜头，凌晨进入树林深处一探究竟吧。哎呀靠，今天晚上这个月亮太漂亮了，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哎，不对嘛，这边好像没有呀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这个地方。半山腰有个木头房子。哎呀，好像没人住了啊。可能是放农具的。看这。哎呦，长得真不错啊。哎呀，这草很深呀，这边有棵大树，这个路感觉不太对，走错了。这边小树林里有没有可能呢？但是也不一定啊，因为下边没有路呀。他如果这个运送大盒子进出的话，他应该有路呀，没有路他怎么进出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找一下吧，找了好几圈了，看这还有大包。你看下边基本上下不去了，这个地方估计也不可能。哎呀，下去瞧一下吧，都过来了，再找一圈啊，找一圈找不到不找了，太费劲了。哇，哎呦，差点摔倒了。太丝滑了。里边好像也没有呀，嘿，这个地方肯定不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不透气儿啊，太憋闷了。如果把盒子放在这儿，放不了几天就烂了。不对，这个地方不对，这边也是一些包，这可是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啊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，再找不到我就不找了。哎呀，一个多小时了，不像话。哎呦，还带刺儿呢，再也找不到我就不找了。哎，有戏啊，看，哎呀，这边有戏。赶紧过去搂一眼，看看有没有。哟，哎呦，看到了没有？哇，终于找到了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，可把我累死了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在这儿躺着呀。哎呦，这个，看这个，这个，这是个树啊，这个树倒了，倒了之后砸在上边了，没有毒蛇吧？哦。这边之前有一个啊，可能到日子了。看这个，哦，看上边是用这个树皮啊，下边呢用这个木头做了盒子之后，树皮呢也利用了一下，然后做这个挡雨用的，都是原木的，没有异味啊，绝对没有任何异味啊，我可以200%的给大家保证。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放了一个暖瓶，我还放了一把伞，一把伞，一把暖瓶。这还挂了一个瓢呢，舀水的可能是。上边都是用这个树皮啊，直接做的这个挡雨的一个斜坡，不错的啊，还是不错的。看这边之前应该也有一个啊，但是呢已经啊，可能到日子了。这边又一个。哎，这个没有放伞吗？哦，这边之前也有一个啊，这边又一个，这边有几个呢？一二三四
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吗？看看这个吧。哎呦，这个还放了个银鹿八宝粥呢，放了一把伞。这个老前辈生前可能比较喜欢喝这个银鹿八宝粥。看这啊，这个树皮它还做了两层，就跟个瓦一样啊，下边一个上边一个盖住，然后如果下雨的话正好留下来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哦，这个也放了一把伞，这头的位置。哦，十个多呢，那边还有一个呢。哎，这个直接放在地上了。这个是用这个青钢瓦啊，加了个盖儿。这还有个脸盆。这个应该时间长一点，看这儿。看这个树皮都在盖儿都已经烂了。哦，那边还有呢，远远超过十个。一定要防毒蛇呀，这个毒蛇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哦，这边两个呢，那十几个呀。哦呀，这个树怎么这样了？这个树死的还是活的？哎，这个树还活着呢。这边之前有一个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放的时间肯定长了啊。这个架子都有点倾倒了。都烂了，这看。没有什么异味啊，绝对没有什么异味的。因为这个盒子呢全都是用原木做的，原木的本身它有香味。再说这个，你看这个缝这个位置啊。非常的严丝合缝啊，绝对没有什么异味的。刘二只说实话啊，不开玩笑。这个这边有一个，哦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，哎呦，那边还有好几个呢，这远远超过十个了。呦，是不是有马蜂呀？赶紧跑！我去，赶紧跑，好像有马蜂啊！哇，就是马蜂这东西，赶紧跑！这也被再叮一下就麻烦了，看到马蜂我就害怕。看这个应该时间也长一点，但是这个盒子要小一些。这个盒子这个头部位置，看这个造型啊，翘的比较高，说实话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个比较新啊，感觉是比较新的。绝对没有什么异味的啊，这个不开玩笑啊，这个不瞎说啊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确实没有异味。这个奇怪了，看这个怎么这盒子这一块怎么缺了口了。